我们带您来关心的是旺旺集团蔡衍明爱心基金会下午送爱到嘉义市，在农历春节前夕发放春节慰问金，让100户弱势家庭今年能够过个好年。最重要品质的就是说，台商在外面奋斗，讲实在为了就赚钱，赚钱做什么？赚钱就是回台湾，哦，因为他就是台湾人。没有，我想没有个台商说赚了钱就在外国就不回来了，在大陆不回来了很少，哦，大陆就要回台湾来。那我们老板有支持过，我们继续做，我们尽量尽我能力做。那个春节慰问金，发放春节慰问金的金额是每户5000元，而基金会捐出50万给嘉义市政府社会处，预计将会帮助100户的弱势家庭，让居民可以欢度春节。